迄当阵是伫阮第二任堂主因家，啊，甲经过过一个铁档，啊，过1995年过起来山顶，好像是1998年迄当阵，嘛是过阮堂主伫咧漳州，啊嘛过一个新村降落，伊讲阿问讲，你敢知我是谁？我讲我唔知你是啥物新村，不过我知你是查甫神。结果伊才甲我讲讲，你会记哩？几年前有一暗我降乱煞，我讲暗过你当阵是查某的呢，啊你即马是查甫的呢，伊才甲我讲讲，伊当阵是修道者，啊伊即马已经算讲升高位啊，变尊者，所以伊即届降乱就是变查甫生啊。啊我讲啊，你108.8已经倒起，伊讲甲我讲嘿啊。哎嘛，讲讲，你本就第三个，啊，即摆已经到108.8啊。所以，互我了解着讲，算讲咱安尼过，到尾年遐收，到尾也都拢无男女相啦。嗯，嘿，都无这个迄落啊。